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敏勋。那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到参加这活动，那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吧。那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玩得开心，谢谢。那敏勋最近有在自主训练了吗？每天都在练习啊。每天都在练习。啊，因为我们后天就要到嘉义春训了，那新的一年要开始，那希望有空的话也可以到嘉义看我们春训，然后三月底就要开季了。啊，有啦，你来就开放。假的，不应该没有吧？春训好像没有听说有开放。那个等待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回去，我们来跟球员说一下，然后来约人不够多。Q&A 环节，对啊。